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提咖啡的 Frank。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如何制作出一杯专业的意式浓缩咖啡，并且呢，懂得如何去校正我们的浓缩风味。现在越来越多朋友呢，在居家都设备有一台专业的意式咖啡机以及专业的意式的磨豆机，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制作出一杯符合国际标准的一杯浓缩咖啡，并且懂得自己能够自行校正风味，得到一杯完美的浓缩呢？今天要来分享各种的一些细节。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na feed the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m seeing.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I'm leaving. I'ma take what's mine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ing. Got a taste for blood and my tongue keeps bleeding. From the words I spit, so sharp, so freezing. So cold, behold, frostbite, they feeling. I could tear you apart or I could go heal them. Don't believe in faith, don't believe in ceilings. I just need a taste and my mind starts peeling. I don't pace myself, I grind on kneeling. Got lust for change, I just love the feeling. I ain't gonna give up. Got too little time, I'ma live up. Head down, push forwar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Cause anything worth doing is a tough. 我觉得这样的校正应该是 OK 了。基本上来讲呢，制作意式浓缩咖啡，我们大概把它分成十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意式咖啡机的把手能够取下，并且同时呢放冲煮头的水。我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当我们的咖啡机呢已经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冲煮头上面的分水网以及周边的金属的温度可能跟我们原本预想的已经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一些热水，最主要呢能够让它的金属呢以及我们的分水网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回温。再者呢，之前所冲煮的或许还残留一些咖啡粉渣，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透过放水把一些不必要的咖啡粉渣再做一次清洁。第二个部分呢，是请你把我们的滤杯呢用干的布呢把它擦拭干净，同时呢填入呢适当的咖啡粉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的滤杯呢刚刚呢是处于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当密闭的空间有足够的热又碰到了冷空气之后呢，它会结出非常非常多的水汽，跟我们凝结非常非常多的水滴在里面。在这个情况之下，假如我们没有擦干就直接落粉的话，我们的咖啡粉会预先接触到这些水滴，而提前开始做排气或者是做萃取，所以呢，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步骤。第三个部分呢，请你呢把我们滤杯上的咖啡粉呢，利用手刀或者是整粉器把它铺平，确实的整粉，每一次平均的整粉跟铺粉等于一次平均的萃取，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铺完粉之后呢，请你用适当的力道来做填压。一般而言，假如填压力道以轻的力量跟重的力道来讲的话，我们会比较赞成你用重的力量来做填压，原因在于说，我们经过实验之后，力量比较重的填压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完整阻力的粉墙，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不容易穿孔，浓缩与浓缩之间的稳定度呢，也更加的提高。缺点是呢，你不断重填压之后呢，假设你的姿势不良，可能会对你的手腕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伤害，或者是呢，假如朋友们呢比较担心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手腕，或者是造成员工的职灾的话，其实我们非常推荐由我们公司所代理的荷兰 Parkprice 的自动填压机。这个自动填压机的话呢，它呢是可以设定我们的填压力道，从到最高30公斤都可以去做设定。以国际的标准 SCA 来说的话，我们建议的填压力道是13到22公斤。你可以想想看，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力量。假如说我们姿势不正确的话，很容易呢会伤到我们的手腕。所以呢，我们也推荐 Parkprice 给各位朋友参考。第四个呢，请你在上把手之前，把我们把手两旁滑轨这个耳朵呢，能够呢用我们的手指把它稍微清干净，或者是用刷子稍微把它刷干净。原因就在于是说，假如你没有做确实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的咖啡粉卡在这两边的耳朵上面的话，当你锁上去的时候，第一会影响我们的把手跟冲煮头的气密性，会导致有些水会渗漏出来。第二个部分的话呢，也很容易因为有一些咖啡粉夹带的油脂会粘在冲煮头上方的 O-ring 垫圈上面，这会加速你垫圈的老化，同时也会造成你在交接班的时候清洁上面蛮大的困扰。所以请朋友们能够养成习惯，在我们锁上把手前呢，先能够把滤杯的四周以及旁边的耳朵滑轨，请您把它清干净。第五个呢，是请你把把手平顺的锁在我们的咖啡机冲煮头上，并且立刻启动我们的冲煮按键。我们把把手锁在冲煮头的时候，切记不要用敲击的，你的咖啡粉饼很容易因为这样震开，这个震开之后呢，很容易就会产生所谓的穿孔或者是边穿效应，影响到你咖啡的萃取。请你特别注意，必须要轻柔的上把手，并且呢立刻按下冲煮按键，以免影响到你杯与杯之间的稳定度。第六件事情呢，最主要就是在我们启动棒浦之后呢，我们要观察浓缩咖啡的流速以及我们流出来的量。以一般最理想的状况来讲，我们希望呢朋友们可以在20到30秒内流出呢约莫是1:2左右的一个水分比的量。什么叫1:2呢？举例来讲，假如我们是18克的咖啡粉的话，我们大致上36克的浓缩咖啡液。注意哦，重量跟容量它是不可以混淆的，因为容量看起来通常会大上许多，不要忘了它有非常丰厚的 creamer 以及空气在里面，体积虽然大，实际上重量并没有你想象的重。我们最建议的还是准备一个精密的电子秤来控管你的水分比。以萃取时间来讲，浓缩咖啡是一个独特的萃取方式，它是一个相当相当粘细的咖啡粉末，假如我们给它太长的接触时间的话呢，你非常容易造成过萃的一个情况。假如你给它太短的时间的话呢，它可能来不及萃取出足够所需要的一些芳香物质，特别提供给朋友们参考。第七个呢，不是清洁哦，而是请你即刻把这杯浓缩咖啡端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给你自己来享用，不要急着清洁，应该要先把我们的饮品呢先端给我们的客人。第八个呢，在我们把手取下来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咖啡粉饼有时候会比较干，有时候呢可能会带有一些水分在上面，这跟我们刚刚在关上我们的冲煮按键的时候呢，我们回吸力量所造成的背压是有决定性的影响。通常来讲，假如说它的背压比较大的话呢，你在这个粉饼上面会是比较干的，有时候甚至你会发现整个粉饼被吸附在分水网上，也是时有所闻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最主要在清洁上要注意，对我们的咖啡品质上面来讲倒是没有特别的一些影响。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粉渣一定要敲在我们的渣桶里面，请你不要把粉渣落到我们的咖啡机的集水盘里面。因此呢，我们养成好的习惯，所有的粉渣进渣桶，我们在集水盘里面是不做任何粉渣的清洁。第九个步骤，拿一块干净的布呢，把我们的滤器把手呢也能够把它擦拭干净，端看呢整个的咖啡油的状态而定。假如你的滤杯本身很干净，你自然就不需要放水再去清洁它了，你只要用布呢稍微把它擦干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做这个动作最主要是待会儿我们要制作下一杯饮品的时候，你的滤杯本身就已经是清洁干净了。这个时候呢，也别忘了冲煮头要记得空放一次水，这个空放水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分水网上面残余的一些粉渣把它清洁干净。只要你不做这个动作，你可能会看到清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都是热水跟混合着我们的一些粉渣，这些呢都是应该要事先放水清洁掉的。第十个步骤呢，是我们所有的程序都做完之后，最后我们的空把手锁在咖啡机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因在于假如你的把手不是随时扣在我们的冲煮头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煮的那一杯咖啡，它的水温一定会碰到这些不够热的金属，它会立刻把温度拉到80几度。所以呢，为了要预热我们的把手，平常请你直接锁在冲煮头上，预热好你的把手。
这样子的话，当你在做下一杯咖啡的时候，你的水温才能够真正的稳定。根据我们刚刚的一个十个步骤，我们终于得到一杯蛮好喝的一杯浓缩咖啡了。但是是不是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境界？我们先来喝喝看。好，我会觉得它在酸甜苦的平衡上面还有一些可以调整的空间，所以接下来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你要如何的进一步来校正我们的浓缩。好，那我们现在手边喝的这杯浓缩呢，我们在校正上面第一个部分，请你先调水粉比，再调研磨颗粒度。很多朋友呢喝到这杯咖啡，假如他觉得酸度太高，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把研磨颗粒度调得更细。调研磨颗粒度，你需要动到的东西不但又多，而且呢还要反复的确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议你比较简单的方式，先不要动你的研磨颗粒度，请你第一件事情先调水粉比。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叫做酸要加，苦要减，每次调四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假如喝到这杯咖啡，我们觉得它酸度比较高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酸要加指的就是我们在校正这一杯咖啡的时候，我下一杯的做法会用18克的咖啡粉，但是呢，这一次我会萃取出40克的浓缩咖啡液，我们来喝喝看，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浓的会沉在下面，比较淡的会在上方，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拿一个小汤匙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原本是比较偏向柠檬、莱姆这样的一个酸度，经过我们把它的水粉比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这一次呢多了四克，我感觉它明显的酸度降低了，然后比较偏呢柑橘这样的一个调性，哎，我觉得这样的校正应该是OK 了。相反的，假如我们喝出这一杯浓缩，哎呀，感觉它的苦味哈，感觉非常的扰人，而且呢是化不开的苦味。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呢？特别是对一些深焙、重烘焙的咖啡，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情况呢，就符合我们刚刚口诀的第二步，也就是苦要减。所谓的苦要减，它指的是举例来讲，以18克的咖啡粉对上36克的浓缩，这个时候我就会用18克的咖啡粉，但是呢我只对上32克的浓缩。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就可以去化掉你的苦味，往中间比较甜的地方来前进。假如呢你调了水粉比之后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杯自己呢非常满意的一杯浓缩，这要怎么办呢？还有第二个补救的办法，就是调整研磨颗粒度。一定要记得这样的口诀，薄酸要调细，浓苦要调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我们刚刚调过水粉比之后，它不但偏酸就算了，它喝起来又特别的水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是你可以调水粉比解决了，你再把水放多，它只会变得更稀薄而已。我们就建议你做下列的动作，请你把你的研磨颗粒度调细1至2格，当然每一台磨豆机它的颗度标示并不尽相同，请根据你自己的经验调整你家里的研磨颗粒度，不要调得太多，这样子的话你很容易就找不到自己适当的方向。相反的，假如你觉得这一杯咖啡又浓又苦，请你不要再调整我们的水粉比了，把我们的研磨颗粒度稍微把它放粗一点。放粗之后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苦味下降了，同时浓度也跟着一起下降。这个时候呢，接近你理想中的那一杯浓缩也就更近了。假如说你调完颗度之后立刻启动我们的开关开始研磨新的颗度的粉的时候，很抱歉，这个时候掉出来残余在这个刀盘四周的上一杯的咖啡的粉细度的粉，永远调不到你想要的颗粒度，所以不要觉得可惜，一定要丢掉一把咖啡。透过以上的分享，朋友们是不是更懂得如何在家里面校正出一杯符合专业的浓缩咖啡呢？或许你家的浓缩咖啡不输专业的咖啡馆哦。我们维提咖啡呢，一直希望推广更多的朋友能够尝试呢接受并且饮用浓缩咖啡。浓缩咖啡对我们而言
不单单只是欧洲、意大利咖啡的传统，它对我们来讲更是咖啡玩家硬派精神的象征。好的浓缩咖啡应该是酸甜苦均衡的，它的油脂感仿佛是丝绸般的滑顺，这是别的冲煮方式里面所见不到的。它的香气非常非常浓郁的 aroma 是其他的冲煮方式难以企及的。我们希望能够推广浓缩咖啡，咖啡世界之大，没有一种完美的办法。我们所做的呢，希望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协助朋友们在家也能够煮出理想的浓缩咖啡，在这边呢跟各位朋友分享。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呢，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记得开启小铃铛哦。您对我们维提咖啡的支持以及订阅呢，是我们进步最大的原动力。我们讲的有不对的地方呢，也请朋友们多多包涵。有任何的意见跟想法，也可以不吝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指教，也给我们一些指导。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